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爷。今天的圣诞节啊，我们在店里要玩交换礼物。那感谢麦香红茶没有赞助。OK， 那待会我们就是我们礼物啊，就是设定300块的金额，然后每个人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。那待会我们先吃个披萨，然后再玩个小游戏这样子。我们先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礼物。那我先讲我的好了，我的礼物是追剧好物，追剧必备的好物。我的礼物是 relax and beauty。我的礼物只有一句话。睡前来一个。What？ 我是全联最推荐的。我的可爱又很难。脸红了。很有饱足感。非常好。OK。大家鼓掌。OK， 哦，老师拭目以待哦。耶！感谢拿可乐赞助哦。没有赞助，没有赞助。我们感谢达美乐没有赞助，那厂商爸爸赶快来找我们，我们需要新的厂商爸爸。感谢卡萨、Tabasco and 七味粉的赞助哦，无限供应，拜拜。其实你蛮上镜头的。OK， 我们先来交换礼物了。那我们先讲一下游戏规则啊。游戏规则就是说，每个人的名字都在里面。那我待会先抽第一张出来。那这个人就是下一个要准备抽签的人哦。假设我现在抽到小西好了，哦，那就是小西，我会把你的名字再放进来。好，那就正式开始，用小西上来抽。第一个抽。对，抽到自己不算，抽到别人就是那个人的礼物送你。对，假设你抽到下一个人是心仪，就是心仪上来，他把他的礼物送给你。然后心里再继续抽，再抽下一个，再抽我自己的礼物。对对，啊，如果说你抽到自己就不算，就放回去，要抽到别人这样才算。这样抽完一轮就是刚好拿到对方的礼物。对，好 ，OK。啊，我先抽一位喽，就代表他为第一棒了，哦，这样代表就是公平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谁是谁。小龙，能说这样吗？对啊。第一视角。对啊。我帮你看。Amber。谢谢 Amber， 耶！开箱礼盒。要现在打开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来来来，你刚刚形容的是什么？全脸，全面最脆的东西，而且不脏。我的零食收藏。哇。用的方法，对，太贴心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眼膜，对，哇，
哦，这个是精华的面膜，就它有三个贴这样。哦天哪，这看起来很贵耶！哇，这个很抢手，好紧张哦。可以吗？哎，小龙的耶，是吗？就我送给你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抽你的，好，不能抽我的，为什么？对，好，对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再换你一个吗？他嫌弃我的，谁？是Cindy。我牺牲我自己，我只是正方体最强的。对对对，你主人公呢？谁敢对你怎样？没有没有，主人公你的是 boss 的。Cindy， 哇，他刚好都没有重复啊。对啊，那当然可以啊。来，完美。来，这是 boss 的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你抽到Cindy的，Cindy的给你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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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 ，Thank you Cindy。好，这个包装的最漂亮的。哇。耶、啊 yeah ，好，来。这一句好物啊。金沙啦。金沙。一共金沙啦。金沙。超好吃的，超好吃的。袋子直接拿。好冷静，怎么这么好冷？好冷静。Show time。哇，下一个。哇。Boss 应该会 OK 啦，我觉得。这是什么？还好是 Boss， 还好是 Boss 收到哎、欸。真的。酸的，酸甜的。哦，真的。Relax。面膜。留点，留点。我会同时孝心我的白马。你现在是网红，你自己需要？没有没有，不需要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足贴，是放松的，就贴在脚下面的，会吸你的湿气。可以可以。主人公看到，主人公看到。这个是面膜的部分，这个呢是眼罩，我在睡觉的时候就戴上去，早上起来就会很清爽。你妈妈的来用贵州的，超适合它，真的。这个呢就是维他命 C 嘛，超适合。这个呢就是恰生的时候可以来喝，对，恰生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哇哦，对。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来，拆开它。这包这包，这包很用心，真的。这个今天要来个特写、啊。我要从怎样开呢？我该就上面这里切。对啊，上面切开就好了。哎，这个，请问你包了多久？需要剪刀吗？哎，好问题。两天。你看，哇，太用心了吧！我用的是垃圾袋。你自己包的？对，这个是折的耶。很厉害耶。你是不是有去什么欧舒丹专柜学习包装的东西？粉
红色的、啊、是什么？你刚才说的词是什么？是礼盒吗？爱，然后饱足感、哦、可爱有饱足感。月礼开播就出来。我知道英文叫 Mommy， 露露米，对，露米小精灵，好可爱，谢谢。你交换礼物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我们还有加码哦，就是这边。待会就是说啊，我们待会就是我们先指定说抽哪一包礼物，抽到谁那包就是他的。好，哦，就是我们第二轮也是。店里小小的心意啦，好，让你们有对第二份礼物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就是希望让你们先不要抽到，就先这个饼干。好，抽到的人就是有这包饼干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包就先说，先做好这一包哦。可是里面有那个吗？有那个品品？有品品，我们大气，品品没有来，我们还是送他。好，他特别讲他不要抽到没关系，他抽到饼干就好。啊、如果现在是抽到品品、啊、抽到别人就重录，就一直抽到重录。我没有看哦。啊，好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神预测，品品，这是你的哦。这个拿起来，好，好，那就好，下一个直接来一个特别奖，先特别奖，先一个特别奖，先嗨一下好了，来个特别奖，好，这个，好，来个特别奖，好，这个，我要，Cindy，机器，是我啦。好，打开看一下好了。笑死！女孩子就是要香香的，对啊。哇，这款不便宜哦，真的。很香，沐浴乳吗？对，沐浴乳这款，它是磨砂沐浴乳，对，可以去角质，香水，对。谢谢，你可以把这边打开闻味道，看起来坐飞机来的。来，闻闻味道，薰衣草啊，这个将近两倍的预算的，有喜欢吗？哇，我最喜欢哦，因为古饭店的，把关起来。哇，好香哦！好，接下来喽，接下来，接下来饼干哦，好，这包饼干哦，好。好，小龙要抽，开。What？ 好刺激哦！太高兴啊！我字幕要上强颜，强颜欢笑。好，剩下这包，那这就很明显的啊，反正抽，谁要？让你抽，直接让你抽，好不好？直接让你抽，最公平的。好，我直接打开吗？好，你打开。你可以明天再打开。我手在抖。证明没有作弊，让你看你自己的，真的没有作弊。就打开不打开，
叮叮叮！啊！笑死！天粉，谢谢，圣诞快乐！ Yeah. 平常他是被我骂最辛苦的，被我骂最多的，但是其实我很疼他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好了，你以为？有点香哦。就今年都是新人抽到特别奖哎，好了，隔天上班学姐打出力姐哦，没啦，你以为当结束了吗？我们还加码一个小游戏，好，我们来布阵一下。哇，你很自豪。